我们能力啊，西提行车，主车型不要你，没有请恭喜恭喜恭喜啊！新年新气象，今天提坦克400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之前猴哥说坦克400是他的梦中情车，可惜啊，他这个人就是变来变去的。他说他没钱，不是没钱，他就是太追求完美了。我用打过来。我想说大家不用笑话我，因为我选的是这个军绿色的外观，然后里面呢又是黑红配色，因为我不喜欢纯白色、黑色还有银色，所以说就选了这个颜色，它也没有太多其他的颜色。这个啥的？我要。先你要先单独合一张影子。可以可以。哇，谢谢。然后这个是多少？哇，谢谢200。恭喜我们的美女啊，喜提新车，祝车型不要你，没有请恭喜。恭喜恭喜。OK， 谢谢。然后我们把那礼物给你放个后备箱。哇，这些都是吗？都是。哇，好喜欢这个，可爱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可爱。哪有那么吉祥？这个也是送的。哇，这都是送的。还有那个箱子，送了好多。还有桌子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桌子放不下。开心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这是送了很多后备箱，都是送的。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包，这个好可爱，这鲜花也送的，还有210。来，这个花送给网友，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支持。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它不像那个顶轮，它有个顶轮胎的，这个没有啊。没有。哇，要把这个撕掉哎！我记得上次你是铁骑的时候，我是跟耿耿一起撕的。今天我又来了。新年新气象，新座驾。车的保险已经买了，现在就等着打个临时车牌，一会儿就可以出发了。放这吧，这里应该也可以，我这个比较短。辛苦小哥哥了，午饭都没吃，一直帮着我们。接上这个脚垫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发了。我们的临时车牌已经弄到副驾了，后面也要弄一个垫子，后面没垫就这样子。现在把它垫上，要把花这些拿出来。嗯，这个好香啊，刚好可以放到公寓里面。这些全部拿到后面堆满了。嗯，可以了。辛苦辛苦，这个怎么调那个行车充电啊？80万一雷就是新车中就可以直接按那些各种模式、雪地模式。这个是涉水。涉水模式。他们有涉水后也可以弄涉水模式吗？它原本涉水深度的话有啊，涉水注意那个加热哈。我那加热通风。哦，那平时我就点个自动，然后有雪地就按雪地。对。我如果说要想节省点儿，点个经济或者标准就可以了哈。好。前插后插。你如果是一按的情况下，正常它是全车解锁，你现在单独主驾解锁。对对对。对，只有主驾能解锁。你要全车解锁要按两次是吧？按这个，按切换就行了。那我就按这一个就好了。哇，这个功能好了，就更安全了。就我一按钥匙，只是主驾这个门打开，副驾后面都打不开。就是雪地模式，它会自动灯光变成蓝色。这坦克400比坦克300功能强大太多了，就从细节到外观到各方面，智能方面。我现在坐在这里，他都在给我按，比那个坦克300的按摩那个效果强多了。
现在是临时牌照，说的是我的新的车牌是下周二就可以上到了，到时候就可以出发了。然后这辆房车停了很久了，可能年后就会开着它出发。然后这辆车呢，是要卖的，摆在这里也没人开，外观是军绿色，里面是红色，特别好看啊。坦克400的车尾也是特别酷的啊，它这个后备胎是这样子的。我在想以后换了越野胎，不知道这个还能不能放进去这个位置啊。这后面储物空间也是挺大的，把这个翻起来。现在就这样子，它不是纯平的，我准备明天就开始布置我这车，去买床垫了。然后加上快递储物箱，有一个400瓦的。这后面因为是400瓦，我这次在网上买了很多300瓦的用电，就小功率用电的。这车驾驶起来安全系数比坦克300会高很多，因为它前面能看得到车的距离，就左边右边的车，前方有几辆车，离前车很近的时候它有提醒。该制动了，就是提醒你刹车，我觉得这个蛮好的。我看到这个大的屏，我就有时就想睡主驾这个位置了，因为这个位置呢，它有自带按摩，而且可以躺在这里看电视电影。这里面有很多电影可看，这个也是全景天窗，以后在户外露营的时候，晚上有星空银河的时候，就这样躺车里就可以看上面了。我买这辆车总共是297,000，没有购置税的，加上保险就是305,000多，因为我保险买的是很高的。我有一辆坦克300铁702，就是再加购一台的话又优惠了3,000元。关闭遮阳。好的，关闭遮阳帘。把这个关了，以后在路上行驶再给大家好好介绍吧。现在回公寓了，接下来就是给这车贴膜上牌，这也是我人生第一辆的新能源汽车，到时候会上个绿牌。小强在屋里跑惯了，就不想进笼子了是吧？这可以了，今晚上有床睡了。还是这个床睡得舒服，沙发床它就是太窄了哈，没那么方便。这个屋本来就小，也没法放其他东西，就弄一个卧室吧。嗯，就这个沙发床，到时候以后会拿到老家去吧，只是暂时这样摆着，以后这边是拿来做那个工作室直播间的。这阳台今天买的这个小桌子，我爸他喜欢抽烟，所以在这上面来玩的时候就可以在这里吸烟。这个公寓只是这两年我自己工作需要直播，可能就一年时间吧，以后等我爸妈来养老，我觉得这边环境还是会好一点，以后把那个沙发换成大一点的，就他们住家的时候再换。那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很感谢大家支持小薇啊，那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